然后还有圈内的其他的好友，比如说最近是和朋友合作了一部戏，你有让他帮你安利歌吗？宣传你的新专辑？我有想叫他来我的首唱会现场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，他没告诉我。不如先打喊个话吧，对，说不定就来了。他不来就有点尴尬了。他说他要给我送那个花篮，是吗？什么时候说的？就是前两天我问他的时候，因为他一直跟我讲，他说他要帮我写歌，然后帮我。你来，你正式一点，对着我八号写信，正式向他喊话。因为你不是说要帮我写歌做专辑吗？现在不要求你那么多啊，十八号记得来，今天我们的演唱会现场啊，就够了。如果不来怎么办？不是，来了。第二步，如果不会唱我的歌，那是不是得就是发个微博，道个歉什么之类的？这可还行，哎，就算他没有看到这个八号信息，我还是看他。哎呀，我给我玩手机什么的，放心，还有我在，我们还有一个公司。我说，哦，不要让他来。我们阻挡不了命运的变迁，曾经的你我都回不到从前，未来败给时间，惋惜不如怀念。情不相欠，然后会不会跳舞？能来看了就知道会不会跳舞。我特意邀请了嘉宾，你们到时候等着听啊！我那个新专辑特别好听。我在拍海报的时候，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就给龚俊听了一下，说哎不错。我说你在北京的时候要过来看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来。发给你了的好不好？郭老师不是，郭老师曾经就是在我们拍戏的时候说了要给我写歌，那给我写的歌呢？我可以写，你敢唱？可以吗？主要是你写的是一首完整的歌。不需要谁来附和我，话到嘴。沉默避免伤人的结果，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都是珍贵的体验。温客行，社会主义兄弟啊！如果真的要组个组合的话，那我觉得和我最匹配的人也就只能是张老师了。我们俩是一家的。张老师他就溜进了我的房。因为我拍了很多年戴头套，他确实没办法。但是有些演员哈，就是比较有经验，可能长头发就留得比较长，前面就不需要戴。嗯，他后面接上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，为什么这么特殊？之前很多对手跟我说哈，为什么你拍戏？工作有的时候还挺累的，为什么这么感觉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这个人天生就这样。第四位是龚俊和什么的粉丝啊？你还是要读一下，这不太好。啊，是吗？要读吗？好的，别了别了。来，恭喜我们的龚俊和张哲瀚的粉丝，好吗？温客行的光就是周子舒，就是他一生所追求的那道光。周子舒就代表着温客行这一生的全部。送了他礼物，立你不爽。不予评价，让自己过得洒脱。舒适的晚餐，华丽晚装，装饰生活。好，我是糖果超甜。